今日是环岛的第十天，阮要去苗栗的时阵，突然间出现一个指示，应该是有小怪问题，所以就修理车，就是一个记录案的检查检查。哟，已经到苗栗内陆溪水坑的豆腐街这边。哎、欸，哈哈！在做啥物？哦，因为苗栗家有足侪客人诶，所以要食到客家小炒应该是足简单诶吧。先卖管足侪，今日就伫个苗栗省，为虾米豆卖豆腐诶所在拢卖有坑咧？敢那深坑嘛是坑？我有食过深坑诶臭豆腐，好食诶！来家就是一定爱食，食者食者豆腐。哎呀，我要翕相啦！今仔就来食这个清安豆腐店。乌豆啊做的豆腐就叫做乌豆腐，这个是煮的，你看有盐水加胡椒盐，哇、哦，真的是有够乌啊！哦，内底是沾食，外头是咸咸的。甜辣酱，我已经批到诶。伊是无只生的豆腐，嚼劲安尼。甜辣酱就特别的配合，因咧就是煎的豆腐，但是伊做一点仔红烧的感觉。拜拜，有林斌。苗栗出产足侪贵竹笋诶，一定爱点一碗现拌诶笋汤，这碗诶足大碗诶，好吃，真啊好食，足侪烧诶，拜拜拜拜，食饱食鸡咯。其实除了豆腐鸡，你嘛会当去附近食食。现在是产季，现在产季，所以我们还没天亮就要到竹园了。哇，满满的人诶！我这个表情就是讲，唔爱排队了 ，Let's jump。OK， 要离开咯，但是食一顿就饱了，我唔爱食客家粿了，因为这两天拢食麻糍，食到惊诶，再也不吃麻糍，今年都不要吃了。滚到南庄。那就是南庄的大戏院，电影流是这样吗？电影院，电影院，戏院。哎呦，你话到南庄老街哦，我第一间来，家拢是桂花诶，出产桂花诶，咱一个就食一个桂花诶食物，入去 explore 一下。哦，桂竹笋，桂竹笋，我表演。哇，原来这边这么热闹的，哎，拄着假日，无法度行诶。已经塞车，硬要硬走。恁知以前的南庄嘛叫做乌蛇嘴吗？客话有一句话，南庄土花水，赚钱不过乌蛇嘴，就是因为这以前是乌托的所在，所以南庄这有够热闹的，有足侪工人下班了后就来这享受生活，赚的钱拢在这开了了。其实听起来，敢那以前北部的高雄啊，是足亲人的所在。这个是有历史故事的楼梯，叫做乃木齐。但是恁看，四间拢是粪扫，哎，做一个有素质的观光客好无？哦，桂花树啊，南庄老街，给我的印象就是有够矮，比九份老街更较矮。假日莫来，爱食物件拢排队排到死，我唔爱食了，我去接任务就好。这个就是客家小炒汤板条，食看卖。豆瓜。你是较咸的，就是 very pure 的咸，嗯，不是我的 favorite， 但是我买这碗足贵的，不要吃了，不要吃了，嗯，真的很单纯的汤面，吃了咸的一定要去找甜的来吃，这碗是桂花冰，其实只有放一点啊桂花而已，重点是有足侪绿豆、土豆、芋圆、番薯圆。有一点啊桂花的感觉，一点啊尔，无放足侪啦，泡到汤的甜味。大家拢知客家粿是足厉害的食物，
但是我实在是吃不下，恁去吃吧，我先回去民宿休息咯。暗时无细里吃宵夜。反倒的第十一天哦，来苗栗吃杏仁，是不是叫非典型的？这件事我伫咧电视看到的，有少年人倒来苗栗，为杏仁食物的店先刷来吃看卖，我上喜欢的杏仁，走！哎，伊除了杏仁茶啊、杏仁甜品，佮有杏仁的面诶。这碗就是烧的完璧杏仁茶，感觉不是最最的那款，拉的时候感觉到那个杏仁茶是有够厚的，已经有披到那个很厚的杏仁皮的、哦，很顺口的，超滑顺、实在是好喝的，介绍较贵有真材实料，我感觉不是最最的那款，但是它不是刷刷的，这个沙拢烫起的，足油的，所以是磨个足油足油的。这个就是伊个招牌的杏仁豆腐综合的，哇塞，这个芋泥足大料的，内底有红豆、杏仁豆腐，足嫩的感觉。来，我食看卖伊个杏仁豆腐。介意杏仁的人啊，就一定会介意的，入口即化迄种。最重要就是伊个杏仁，伊个杏仁的味啊，实在是无法度取代。哇，你嘛食伊个芋泥，哦，这芋泥是较甜的，内底有一块一块的芋啊，可能要增加你的口感嘛。大推伊个杏仁，杏仁实在是太强太强了。即马就要离开苗栗去台中咯。大家一定会感觉怪怪的，为什么阮先去南投甲苗栗，即马阁坐转来台中咧？是有原因的，就是今日是大甲妈祖绕境的第一天，所以阮就故意选今日来台中。头前两天阮就先去南投甲苗栗坐安尼，即马先去台中，暗时就看妈祖起驾。